欢迎回家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疫情作为湖南青年的优秀代表，已经连续三年担任湖南省共青团推广工作的宣传大使了。那么这次回到家门口来参加中俄青年文化论坛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首先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也感谢感谢大家的邀请，能够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活动。那我回到家呢，感觉非常温暖，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，也去看见自己的家人。希望我们中俄的青年能够有更多的沟通跟交流，然后成为更亲近的朋友。 我刚刚坐后台，其实都没好意思打招呼。但是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我想问问怡晴，你也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中国的论坛，那么我们现场呢有100多位来自俄罗斯的朋友。那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文化，你都有哪些了解吗？以前我去过一次俄罗斯，去表演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朋友非常热情，然后感受到了很多善意跟温暖。有机会，希望可以去俄罗斯旅游。 俄罗斯文化有一直给人一种积极昂扬的感觉啊，所以也很符合青年人的朝气。相信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到俄罗斯，给大家表演，带来我们中国青年的最新的面貌啊。是的。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岳麓山下，我也知道一心以前就在岳麓书院附近读书。那这次来了这么多的俄罗斯的青年朋友们，那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一下大家。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，来到湖南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湖南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常来湖南。欢迎大家常来湖南做客，也欢迎一心常常回家看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一心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那我们了解了最。